些孔处反面的功能，然后我这边有出一些那个笔型啊，哈，一些笔，像这样拿起来，黑色的话，它这里就是黑色的笔，好，那我这里拿起来，橡皮擦的话，啊，它就是橡皮擦，好，好，这是硬的，那等下我们再放下来，再说，因为这东西都是耗消耗品啊，你给我上什么？多少钱？什么东西多少钱？你刚刚拿那个笔，它遮板，因为上就是在我们这钱从哪里来？它不会坏，就没有耗钱。好，啊，手指头，你再画一下你的指甲，我想它也不会坏。我那个你会去损毁。好，好，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，我的硬体哈，我叫做它够，好，算是国内很多需要在，算是很多需要在采用的。好，那我因为是红外线，所以老师保养的时候哈，会的，除非你不要拿水去泼它啦。所有电子仪器拿水泼它都一定有问题嘛，所以叫干湿，湿对，不把它弄干，四楼好，它就可以做保养，那就是这一条下面这些，好，做个保养就好了，差不多就好了，好，因为一般我们还是黑板嘛，还是有粉底灰嘛，好，所以说就还是粉底灰会聚集在这个下面这条红外线发射器上面，所以只要很简单的一块布。或者伸手，我大概这个地方是这样，就用手指头这样抹过去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是它的基本保养部分。那你不用怕，这种东西掉就掉了，掉就掉了，啊，它也不会坏掉。不见了吗？啊，不见了。你多少钱？你问问题。不见，请你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写了。是没有黑白黑红。啊？什么？好，那我把笔放回去哈，这是红色的嘛。那我现在拿起来那个黑色的笔，好，黑色的笔，啊，咖啡色的笔就是黑色的笔了，啊。那你用点选颜色吗？点颜色可以啊，绝对可以，绝对可以，颜色很多哈。那我拿起来蓝色的笔就是蓝色的笔，啊，那拿起这个指挥棒，啊，因为它是红外线的，所以它不怕它的。我这样跟老师强调说，不要怕去用它。我现在都还在前脸嘛，还没有进入正脸嘛，还在前脸嘛。它叫做红外线技术柜，所以它的显示速度非常快，啊，它显示速度非常快啊，所以你不用怕它啊，那敲也敲不坏，好，这也会解决大部分老师的疑惑呢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进入这里啊。问一下，如果教室摆的，所有教室摆这个白白，那黑白的就不太能使用，因为它不能做伸缩嘛，哈。好。
工，啊，好，既然讲到这里，我就先不要按照那个讲义来讲啊，我先用我们目前有在做的一些工作。老师，其实我现在特别为老师所做解答这个档案，你把它想成是您的自编教材，是您从网站上抓下来要跟学生做讲解的素材啊，或者是从南康院南一汉的东西啊，你把这个档案，你把它想这个方案，你把它想成这样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很多工作。我这里有个 star， 这边有个 star 啊，这边有个工具。这边有聚光灯，啊，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学生讲说，同学，我的白板上有几种方式，第一种叫做嵌入式施工，啊，第二种方式可能叫做降温层，蛮丑的啊，可能是施工，啊。我现在是在秀它的功能哦，还有一种施工叫做脚架施工，啊，这样子的，类似这种方式啊，各种方式你还不那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，这边有一个叫做那个，啊，这个太那个了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叫做。画重点部分的类似荧光笔的功能。好，同学，我这一个有个重点，这个施工方式还有一个叫做固定的方式，啊，它会做闪烁。好，那我现在用一个荧光笔，同学，白板的施工除了刚刚这样讲以外，哈，我们还有很多方式，这个叫黄土，颜色可以变的啊，颜色怎样可以变？啊，就是类似这种方式。一般的那个投影不太可以当一般投影，啊，就是你